穷你。老师，老师们，我来了。今天还有特别来宾。噔噔噔噔。圣洁警察。圣洁警察，先把口罩拿掉，让大家看看你的脸。哦，104。有问题找他。好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同学。我们的小笨蛋，小笨蛋哥哥。小笨蛋哥哥。我们的小笨蛋哥哥，他的目标是收集全部金门的景点在这里。耶！今天要帮他完成这个目标。好。好，小笨蛋哥哥，走，鼓掌。耶！留下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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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的，就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。所以这个老师选哪个应该来，就是哪个，就是他。三，打个八叉，八的，太牛，太不错了。两个，够吗？这个，五加八。是安的。老师，今天户外教学，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什么是自己学生的问题，不是老师的问题。老师，那你有想要分享的是什么？老师都带你们出来了，你还想要求什么？哇，老房子，金玉坊街道，往哪儿走？哎，这个保养。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端款。那这个屋顶呢？就是屋顶。这好像电尾，你看它那上面跳高高的，有一条电。哇，这个天空好蓝。
上去了。我坐在海上感觉，哇，这里可以看到，我们是要去吃蚵仔煎，是这里吗？好，这里还有滑滑，有开门吗？躲在里面。高粱香肠，哎，他们有高粱香肠，滑煎，有冰淇淋，石花冻。找到位置了吗？好。哦，这里有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。啊，汤很好喝。这是蚵仔煎。这是面线吗？来，同学吃一口。为大家尝一口。对。老师好吵，我打电话。妈，我被 Amy 嫌吵。被 Amy 嫌吵，挂掉，快点吃饭。没有，还开玩笑。这个是什么？高粱香肠。对，还有那个广进头。老师下课很开心的样子，出去了。老师，这是夕阳。来，请问我们来请归国的话，留学生，请问夕阳的英文是什么？大声点，大声点。没有，就是以前上课睡觉的学生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哦。那请问？这个可以学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老师吧没有。是什么意思？夕阳，夕阳的重庆话，请问。夕阳，夕阳。我们今天就学到一课啦。耶！那我们今天下课喽。好的，老师也没有讲什么，好像。我们现在举光楼，来，你跟我看，我旁边镜子。好的。好。哇，这个门好漂亮。这个门。对，老师，你有什么要讲解的吗？就是，
美好金门，美好金门，对，是很幸福的岛屿。快来解救老师！对，我需要学生解救老师。嗯，对，解救老师。金门有麦当劳吗？安安，哇，你穿这个裙子好美哦。对，很跟这个很搭。有一只狗狗过来了。这个是念，这个叫什么？念南。哇，试试看你的练。好啊，好啊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有还是有？来，还是很美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它的有那个芋头，对。